拜。起拜，起拜，起。闻讯，大众请坐。归位，
利波多娑利盘陀伽蓝陀阿蓝陀罗诃罗伽梵菩提顶陀罗婆罗多伽留陀夷摩诃伽毗那婆伽罗阿耨罗陀如是等诸大比丘顶诸菩萨摩诃萨文殊师利法王子阿弥陀菩萨犍陀罗提菩萨藏精进菩萨毗卢舍等诸大菩萨即是毗万民等无量诸天的众聚何时佛告藏老舍利弗从此西方国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净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舍利弗彼陀何故名为极乐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说出了故名极乐有舍利弗极乐国土其从南顺其从罗王其从行书皆是十宝所舍为老师故彼国名为极乐有舍利弗极乐国土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十地尊地金沙菩提十遍切道金地琉璃玻璃合成三有六根一金银琉璃玻璃瓷器瓷珠玛瑙耳眼识字瓷座莲花大露瓷轮金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相间色离佛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有色离佛彼我国土常说天也黄金为地作业流失于天满陀罗花其土众生常以清淡各以一个身众妙法供养大王十万亿佛即以世世还道本国还世清净舍利弗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如是舍利弗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百合宫阙因如舍利迦陵频切共鸣之鸟是诸种鸟作业流是出和雅音第一隐藏无根无力其菩提魂八身道魂如是等八七度众生闻是因已皆悉念佛念法念生舍利弗如何为此妙事是最宝所生所以者何必惑佛苦无生二道舍利其我国土上无恶道之名何况有世事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以莲花因熏流变化所作舍利弗彼我国土为我垂动诸宝行出其宝罗王出为妙音譬如百千种也同时具足闻是因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生自心舍利弗其我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舍利弗彼罗夷云何彼我何故号阿弥陀舍利弗彼我光明无量寿是梵国无所障碍是故号为阿弥陀有舍利弗彼佛说明其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故名阿弥陀舍利弗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一切世界有舍利弗彼佛有无量无边声闻弟子皆阿罗汉
非是善书之所能知，若菩萨众亦复如是，舍利弗，彼国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有舍利弗，极乐国土众生甚至皆是阿毗跋致，其中多有一生不出，其所生多为是善书所能知之，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所舍利弗，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所以则何得与如是诸善善人聚会一处舍利弗，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此时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是阿弥陀佛，于出生中现在其前世人终是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舍利弗。佛前世离佛所持言，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舍利弗。如我今则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东方已有阿弥陀佛须弥香佛大须弥陀须弥光佛妙音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可以悉我出方三世相，遍过三千大千世界，所成是言如等众生当心是成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其舍利弗。南无世界有日月灯佛，明文光佛大眼睛佛，须弥灯佛无量清净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可以悉我出方三世相，遍过三千大千世界，所成是言如等众生当心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其舍利弗。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无量香佛，无量床佛，大光佛，大明佛，宝相佛，金光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可以悉我出方三世相，遍过三千大千世界，所成是言如等众生当心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其舍利弗。北方世界有因群佛，最胜因佛难取佛，日生我王明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可以悉我出方三世相，遍过三千大千世界，所成是言如等众生当心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其舍利弗。下方世界有十字佛，明文佛，明光佛，大摩佛，化藏佛，四摩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可以悉我出方三世相，遍过三千大千世界，所成是言如等众生当心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其舍利弗。上方世界有海印佛，修王佛，向上佛，向光佛，大眼睛佛，沙瑟宝华眼神佛，所老所王佛，宝华德佛，天地切一佛，如须弥山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可以悉我出方三世相，遍过三千大千世界，所成是言如等众生
当心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念经舍利弗，毗卢毗邻河，故名为一切诸佛所念经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经所知者，即闻诸佛名者，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皆为一切诸佛之所念经的不退转依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舍利弗，汝等皆当心说我一切诸佛所说舍利弗。若有人以法缘心发愿，当发愿于生阿弥陀佛国，这是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依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彼国土若一僧罗金僧罗当僧是故舍利弗，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心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舍利弗，如我今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彼诸佛等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而作是言释迦牟尼佛，人为神难稀有之事，能以娑婆国土而作恶世界中，尽作烦恼作众生作命作众，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诸众生所示一切世界难行之法。舍利弗，当知我亦无所得是行之难事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世界所知难行之法，是为僧难佛所示经义。舍利弗，即作比丘，一切世界天人阿修罗等闻我所说欢喜心说，所以而起我说阿弥陀经，把一切业障根本的顺境都堕落你。南无阿弥陀佛，耶陀多杰陀耶陀帝耶陀阿弥利陀佛毗，阿弥利陀悉檀佛毗，阿弥利陀毗迦兰帝，阿弥利陀毗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智多迦利娑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陀多杰陀耶陀帝耶陀阿弥利陀佛毗，阿弥利陀悉檀佛毗，阿弥利陀毗迦兰帝，阿弥利陀毗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智多迦利娑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陀多杰陀耶陀帝耶陀阿弥利陀佛毗，阿弥利陀悉檀佛毗，阿弥利陀毗迦兰帝，阿弥利陀毗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智多迦利娑婆诃。南无莲池慧菩萨摩诃萨，南无莲池慧
子书情茶曾被绝，在荆棘与七宝园林，死望归真，列诸王于四生门户，纵横万法，严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随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只如集经系念第三十博士。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止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底生。罗罗一了之三世一切火焰观法起心一切灰心照罗人一了之三世一切火焰观法起心一切灰心照罗人一了之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心一切为心照唵揭拉帝耶娑婆诃唵揭拉帝耶娑婆诃唵揭拉帝耶娑婆诃南无波波帝利揭帝多利丹多耶多耶南无波波帝利揭帝多利丹多耶多耶南无波波帝利揭帝多利丹多耶多耶唵萨多拉揭多萨摩诃唵萨多拉揭多萨摩诃唵萨多拉揭多萨摩诃南无大梵光波罗延智南无大梵光波罗延智南无大梵光波罗延智南无上诸十方佛南无上诸十方法南无上诸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者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者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者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两处尊皈依法律尊
为圣众众尊，为佛亲归法亲归圣亲归佛归法归圣，为佛两祖尊，为法女尊，为圣众众尊，为佛亲归法亲归圣亲归佛归法归圣，为佛两祖尊，为法女尊，为圣众众尊，为佛亲归法亲归圣，尽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于一之所生，一切法世皆忏悔，有尽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于一之所生，一切有尽皆忏悔，故闻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于一之所生，一切苦恨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多，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多，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多，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心众生誓愿度，自心烦恼誓愿断，自心法门誓愿学，自心佛道誓愿成，自心众生誓愿度，自心烦恼誓愿断，自心法门誓愿学，自心佛道誓愿成，自心众生誓愿度，自心烦恼誓愿断，自心法门誓愿学，自心佛道誓愿成。唵波拉摩尼多林娑婆诃。唵波拉摩尼多林娑婆诃。唵波拉摩尼多林娑婆诃。唵阿耨罗提娑婆诃。唵阿耨罗提娑婆诃。唵阿耨罗提娑婆诃。唵波波提利切多利昙多耶多耶。唵波波提利切多利昙多耶多耶。唵波波提利切多利昙多耶多耶。唵三昧耶萨埵王。唵三昧耶萨埵王。唵三昧耶萨埵王。南无萨瓦昙多耶多。瓦罗哲帝。唵三宝来。三宝来诃。南无萨瓦昙多耶多。瓦罗哲帝。唵三宝来。三宝来诃。南无萨瓦昙多耶多。瓦罗哲帝。唵三宝来。三宝来诃。南无娑罗婆耶。昙多耶多耶。昙智婆。唵娑罗娑罗。婆来娑罗婆来娑罗娑婆诃。南无娑罗婆耶。昙多耶多耶。昙智婆。唵娑罗娑罗。婆来娑罗婆来娑罗娑婆诃。南无娑罗婆耶。昙多耶多耶。昙智婆。唵娑罗娑罗。婆来娑罗婆来娑罗娑婆诃。唵嗡嗡嗡嗡嗡。唵嗡嗡嗡嗡嗡。唵嗡嗡嗡嗡嗡。南无三藐多不多难。唵嗡南无三藐多不多难。唵嗡南无三藐多不多难。唵嗡南无多多如来。南无宝色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播身如来。南无离不为如来。南无甘露庵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巴如来。南无报身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播身如来。南无离不为如来。南无甘露庵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巴如来。南无报身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播身如来。南无离不为如来。南无甘露庵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
生造家是净化师不是杀众不是连接八万世间探索多有名生净土悲生方法不提究竟的真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佛之通化师神作加持法师是菩萨杀众有情愿解八万世间探索多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婆尼究竟得真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多法师神作加持甘露水菩萨杀众不分愿解八万世间探索多有名生净土悲三宝阿婆尼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苦闷同化师怒等佛之中今世如空世世遍十方一切佛之功因一次功德不及一切是此一佛之皆方成我道如等有情众我今世如空此时便是法一切有情空愿一次功德不计一切时时亦有定皆共成我道如等不闻说我今世如空此时便是法一切不闻空愿一次功德不计一切时时亦有定皆共成我道阿摩尼灵娑婆诃阿摩尼灵娑婆诃阿摩尼灵娑婆诃阿耶耶那三波拉法日来吽阿耶耶那三波拉法日来吽阿耶耶那三波拉法日来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周遍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是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万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名亦无名界，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界，无不起灭道，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眼力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阿弥陀佛，得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说一切故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说一切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揭哆耶，菩提耶那。阿弥陀佛菩提，阿弥陀佛悉达菩提，阿弥陀佛毗迦兰帝，阿弥陀佛毗迦兰多揭谛尼揭谛那智多迦利娑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揭哆耶哆帝耶那。阿弥陀佛菩提，阿弥陀佛悉达菩提，阿弥陀佛毗迦兰帝，阿弥陀佛毗迦兰多揭谛尼揭谛那智多迦利。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揭哆耶哆帝耶那。阿弥陀佛，毗阿弥陀悉达菩提，阿弥陀佛，毗迦兰帝，阿弥陀佛，毗迦兰多，揭谛尼，揭谛那，智多迦利，娑婆诃。
唵娑摩那，娑摩那咪摩那，娑哈那摩诃，娑哈那哄，唵娑摩那。娑摩那咪摩那，娑哈那摩诃，娑哈那哄。愿作吉祥，也吉祥，娑耶流。一切之中吉祥者，愿诸上师爱摄说，愿作吉祥也吉祥，作业流是很吉祥，一切事中吉祥者，愿诸三宝爱摄说，愿诸吉祥也吉祥，作业流是很吉祥，一切事中吉祥者，愿诸佛法常有。Yeah.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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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陀佛，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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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满山。
皆生前世留此功名，毕竟该。古人道：“清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清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亦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亦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汲取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次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之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身厌尘劳昏老为可痛，汲取一生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剑横按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则故之雷霆，除迷忘忧取之日月。今宵三时系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诚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盈归孰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南无须发须达须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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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
Oh,
心归明，即得世界阿弥陀佛。愿你心光照我，此时生我，我今生念成无来迷，为菩提道，却生嫉妒，不起本事。若有众生欲生我国，自心信仰。乃至十年若不生者，不去正觉，以十年不因缘得入如来，但是海中成佛之力，众垂向你三分正藏，若临命中知识之成佛必苦心不贪念，以菩提道路路禅定，佛即身中受持净坛，来引起我于念心升起乐果，花开见佛，气温和神顿开火辉光度众生。满菩提愿，念佛临终前宝台，宝幡宝盖满空牌，弥陀誓词观音等，合掌相随归去来。问世宝。
念佛气从心出，结业其处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系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结生净土。至今戒香故意，畏惧萤黄，迷萤开而信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寻夜顿空，一起念，一花开，一路迎风，相扶一早，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归混外，得佛受用，赐法眼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燕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发愿。功德主请起。往昔所
觉哟，不是贪嗔痴啊！
心烦恼。三十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名，见到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脱职莲胎，永离业海，直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就地方大乘上座大宝大摩大乘上座大宝大乘上座
大业满全，应尽一切，心包太虚，两金风不吹身心被四双吸气外根地十二林大悲一至一号台北灵岩三寺即世界各地经中十中弟子并释迦如来一教奉行诸修功德法师沙门是净空请起台北灵岩三寺及世界各地经中十中弟子弘法修斋敬畏中华民族文兴建筑世界各民族文兴祖先往生堂上中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八界一切无私孤魂全球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台湾经海域诸神祇协助神中台湾经三生土地生诸后生台湾经各自降生协助神中台湾经所有苗裔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协助神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此方草都为生化界一切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王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地中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祈愿三世纪念国师祈愿堂扬上功德主台北灵岩三世及世界各地经中协会师中弟子功德主代表陈永新祈令三千人等十日末受魂香至心归天教义释迦文化西方皆因弥陀如来观音世子地藏菩萨可把经念作千古为王孙唐三中等王灵去年七十以来神光未不开前路之茫茫为宝华先登彼岸坦也太之默默
少见功德，几度此方此界，不过喜在百济，悉念发挥自己眼睛，常住华师所为，其间喜在少见道场几百日，功德一种，共诵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阿弥陀圣号。共修清净现在三业速脱三空十方三宝财龙殿普将化缘慈悲中华民族文心建筑世界各民族文心主心往生堂上中等往令世界各地天水人佛以外力能众生十方化解一切无私苦魂千秋真正十生尽命及力能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农皇帝要生下上座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自战役中史上尽民及力能众生等中王令台湾经海义诸神祭协诸神中台湾经三生土地神诸后生台湾经合则降生协诸神中台湾经所有妙义力神尊神四海龙王重尊协诸神中十方化界烟灰乱动行为众生十方茶都为真化界一切众生新北市双溪区三叉根大北小段二至六七一至二百地号土地生三生树生水生烟灰乱动一切众生历念千秋多胎之中引领一年千秋被屠杀牛猪羊狗及家禽食鬼及水族类一切众生及亡灵师父定时定愿师正闻师化心师见恒师长明师壮义力青龙彩凤勇地心花摇昆山六师兄真兵荒一清清野藏珠藏阿阳艳芳福中香杨无名字方式招魂杨无名字言无爱应理虚爱美装成一封松树阴成树阴王贵之力气龙有方贵一字千方成川后继东李树烟丁中成李烟宾呼世坡庄千年龙中刘贵有真之兄即阳上功德主是庄人是庄良是金官张一发无尽和有名大罗青烟度为李贵丁西烟金西魏汉刘忠兴谢林安陈青龙简其生张勇叶张修赖其祥西建明西兵瑞张清魔王军杰潘东升潘亚成陈正薛倪丹青黄秋英刘英梅吴月坚叶梅关李应之小佩青梁推严立青林义珍黄美心林立义下林陈义峰罗陈淑珍林黄宝钗张红春义吴高王师宋义燕陈丽华李黄兰吴万一姚秋之真正的林千贵
林慧玲学瑞珠，王学清学瑞珠，张秀奎、蔡恩齐、陈月娥、陈罗、黄千花、曲红池、邱志峰、邱庆基、紫雷杰、严金在珠、张志良、尹朝生、净土。胡言言金中亲心共度，朝暮之期情同尊，共其三宝真名朝见文书。是为公元2017年一月三十日，岁至丁酉年正月初三日，自修法师沙门寺净空，修斋弟子台北灵岩山寺及世界各地净宗协会十众弟子，在诸代表陈永信拜拜。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大众礼谢竺法和尚及维罗越众法师顶礼三拜。阿弥陀佛。恭请和尚慈悲开示。尊敬的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我们今天这个百机系列初三的共修到此圆满，请放上等一下大家回去慢慢走注意安全。那么我们一天过去了一年四季现在是春天，那么我们一年都有春夏秋冬在我们这个中国地区有这个四季。春天是代表一年的开始。那么我们净老和尚最近讲经也提到秋生户讲我们人生也是有四季。这个出生到二十岁是人生的春天，二十一岁到四十岁是人生的夏天，四十一岁到六十岁是人生的秋天，六十一岁到八十岁是人生的冬天，八十岁以后就没有了那么也不是没有了如果你往生了再去投胎再来做人又是春天了但是呢是不是到人到来就不知道了，看这一生善恶业来方面做得多。那往生极乐世界那是无量寿了那就没有什么春夏秋冬了所以往生净土光寿无量这个还是最究竟圆满的。那么我们佛门总是根据经典佛给我们提醒的这个世间无常。那么在大年特别春节期间在中国习俗的传统这个新家泥桃都很忌讳讲到这些这个无常这些方面的但是在佛门里面也就没有这个忌讳了因为我们每一年总是认识的同修都有人往生就是年底前除夕前一天那蔡老师打电话给我他最敬爱的卢叔叔这个后来呢出家了我跟他见过一两次面在家的时候，出家呢我就没有见过他了听说他在这个圆通寺出家的出家之后也没有见过那么他祈请我给他做一场三十系列他是前除夕前一天往生的所以刚才也有跟他回向长明法师刚才跟他回向最近往生。那么他的年纪大概像我这样可能上下六十几所以我现在是人生冬天那么12年我到美国休斯顿去做三十系列这人生也不舒服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悟性师敏仲他是在美国长大的悟性师师兄已经人生的冬天了他说他不喜欢听到这个人生的冬天因为在美国长大的那个意识形态也不一样那跟他讲这个他也不太能
感受得到啊。所以鲁大德讲啊，黄泉路上无老少啊，啊有年纪很小就往生的啊，也年纪很大啊，像庄严师的爸爸是98啊，寿终正寝啊，那也很好走啊，那个福报很大，就是没有受病痛折磨啊，就是气衰了啊，那喘躺在床上啊，喘两口气他就走了啊。那个人啊，业力啊，果报不一样啊，所以啊，我们看到年纪很大的，年纪很小的，六七岁啊。刚才我听严居士给我讲啊，听说有个同修的孙子啊，他是七岁，啊、这个也是去年啊我们生的。所以这个真的是黄泉路上无老少啊，因为我们佛弟子啊，也不忌讳说这个啊。那么到晚上啊，我们中国寺院啊，传统的晚课都会念普贤警钟偈啊，四日已过，命亦水减，如少水以时有何乐，大众当前精进，如旧头然，但念无常，深悟放逸啊。所以这个是晚课啊，都会念这一首偈啊，就是一天过去了啊，像那个水啊，水缸里面的水啊，水又舀一瓢起来，又减少一瓢了啊。那么这个生命啊，就是这样一直减少啊。所以这个是佛门里面的警钟偈啊。因此啊，我们知道啊，西方净土啊是啊无量寿啊，我们系念啊就是系念啊阿弥陀佛，系念西方极乐世界啊，念头啊系念在这个上面。我们将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个个都是得无量寿啊，得到真正的解脱。在这个六道里面啊，那这个寿命有长有短啊，这个就不究竟啊，也很苦啊，生生世世啊都要生老病死啊，永远不能解脱啊，只有念佛求生西方啊，我们才能得究竟圆满的解脱啊，才能啊做佛度众生啊。所以我们系念就是心啊系在西方极乐世界，念阿弥陀佛啊，系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这是我们系念啊真正的宗旨之所在。好，那么今天到此圆满啊，大家来参加啊，包括网路前参加的同修都必得佛力加持啊！不管今天我们修，总是啊在这里念啊，听到佛号啊，念经诵念咒、啊，都会得到佛光助照，佛力加持啊，业障消除啊，这个六十吉祥。好，那么大家慢走啊，我们明天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众一切和尚慈悲开示自诚顶礼三拜，不为礼。阿弥陀佛，恭送和尚，免送。阿弥陀佛。啊，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同修，阿弥陀佛。请以下。